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箱子，这里面就是福宝。此时此刻呢，工作人员正在对福宝进行一个间歇的工作。我们能在机位再近一点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我看到了，哇，好多人在前头，大伙儿都是特别激动啊。其实现在双流机场的这个雨啊，已经越下越大了，但是丝毫没有大家对福宝回家的这种热情啊，丝毫没有因为这个下雨而减少。大家看到福宝了吗？这边我们在这边来一个机位呢。福宝可能比较害羞啊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他是屁股对着我们的。这边可以看到福宝的正脸，是不是？我们把机位换一个机位吧。看到福宝了吗？还能再推上去吗？